曾国城演音乐剧《闪到腰》，黄嘉千赞像洪金宝。曾国城、黄嘉千主演的舞台剧《爱呀，我的妈》16日进行总彩排，二度登上国家戏剧院，让众演员们都开心不已。由于整场剧都必须又唱又跳，把曾国城操到连肚子也消了。曾国城在戏中分饰二角，饰演黄嘉千过世的前夫和追求他的修车厂老板。16日他特地耍浪漫，帮黄嘉千补过白色情人节。彩排到一半突然无预警熄灯，观众席突然出现一大片爱心灯海，曾国城现身手拿 Love Your 爱心气球深情演唱经典求爱歌曲，让黄嘉千惊喜不已。看完整内容延伸阅读深 V 捧蛋糕庆生，艾怡良却得了初老恐慌症，爱徒黄嘉千误走玉米路线，赵传子抱错押宝小朋友拔蛀牙竟过世。曾国城新节目告诉你为什么。